骑马射箭的三分球绝杀了，别失误，不是稳住。刚说完这个球，阿巴斯夹击断回来了，外线的三分，阿布哈马斯，这是一次关键的三分球投射，只差两分了。陈英俊在右侧45度角控球，面对达尔坦克，这个球是吹了，不要犯规。两次罚球，陈英俊非常的稳定，再次把球罚中，咱们这样领先了4分。一个球呢，保证不输，只要不犯规啊，这个比赛稳稳的。对面达尔三分打进了，哎呀，伊布拉辛这个球投的呀，还是真是够难度。第二罚，这个也罚进一个，那么这样呢，分差是2分，3秒钟的时间，来看看这边，伊布拉辛超远的三分球绝杀了，骑马射箭的三分球绝杀了。